我买了一包脆波波，先倒出来用凉白开冲洗一下，这样就不会太甜。准备自己动手做传说中很好喝的奶茶，茶包煮出颜色后加白砂糖，糖融化后倒小半盒牛奶，关火焖十分钟，倒出来放凉，然后做一个懒人版的蛋糕，把糊倒进锅里，最小火加热八分钟，关火后焖十五分钟，这时候可以打奶盖了，奶油奶酪加白砂糖加淡奶油，打到这种状态就可以。再把一包奥利奥敲碎，十五分钟后蛋糕已经焖好了，用杯子压出圆形，把奶茶倒进杯子里，铺上奶盖，奥利奥碎。哦，差点忘了波波，用蛋糕做一个固体版本的，把剩下的奶盖倒进去。包给好朋友尝尝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哦，拜拜。